我咩都唔记得晒，系警察话俾我知你杀咗爸爸妈妈，因为嗰件事我冇考到高中，间屋同啲钱都俾亲戚攞走晒，我要去好远嘅地方翻工啦。 做咩？去做鸡，我冇得拣，系你一手造成。呢个世界已经冇地方可以容纳你。院长，救我！呢度啲人渣同垃圾都睇你唔起，系因为你杀咗你自己爸爸妈妈。 仍然受够，出到嚟我唔要俾人睇唔起我，冇人可以再咁对我，唔可以。